主打流畅战斗的动作 RPG 深空之眼最近展开了测试，我们将跟着修正者们并肩作战，守护文明与秩序。游戏主打三人小队同时上场的高速战斗，玩家负责操控其中一名角色，队友则会由电脑控制，透过多样化的技能衔接，轻松就可以打出华丽的战斗。每位修正者战斗的方式大不相同，并且特定的修正者之间还能够发动连击奥义，华丽的结束战斗。多样化的组队方式加上角色们还有刻印技能等培养内容，喜欢动作 RPG 的玩家们记得关注游戏的正式上线时间哦。